韩国著名综艺节目《Running Man》成员金钟国5月19日抵达香港出席美容品牌活动，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护肤心得之余，还现场展示自己高亢的歌声，令大家听得如痴如醉。被问到如果要送一部美容机给哪一位朋友时，金钟国就选择了 RM 的搭档李光洙，说因为光洙多皱纹，而且最近拍剧好忙，很需要护肤。而被问到早前毕经纪人减肥，金钟国就表示只是为了对方的健康着想。예예전에살이많이쪄가지고예건강을위해서지금계속이제다이어트를하고있고요아아직좀바빠가지고본격적으로못했는데조만간살빠진모습보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另外，金钟国早前跟妈妈出演的综艺节目《我家的熊孩子》成为热话。金钟国表示，跟妈妈一起做节目是个特别的体验，又表示节目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네아무래도이제혼자이부모님하고같이살다가혼자사니까뭐이제집에청소빨래다제가다하고요그리고뭐저희는이제뭐쓰레기분리수거뭐이런것도다이제제가해야되고뭐음식해먹는거이런것도해야돼서사실조금이아니고굉장히많이변했어요많이많은부분들이많이변했어요、네、被问到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一直没有放弃唱歌的金钟国表示已经接了一个有关歌唱的节目。另外被问到经常来香港，会否也想跟香港的演员合作，金钟国就对港片赞不绝口。예뭐저는어릴때부터사실홍콩영화를많이보고자랐어요그래서정말기회가있다면굉장히영광일것같고요뭐저는홍콩영화예전에주윤발씨뭐성룡씨뭐유덕화씨굉장히진짜유명하신분들이많기때문에어떤분들이든지함께하게된다면너무너무영광일것같습니다、네、모방传媒香港报道。